全球大黑暗。好，第六音大讲大黑暗。大黑暗。揭开第六个音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地震，地啊枝头要变黑，像毛布啊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果树被大风啊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然后看耶稣讲的。耶稣讲，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枝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赐都要震动。我答应给你，这个礼拜给你看很多的东西了。我们来看 ，The sun will be darkened, the moon will not give its light, the stars will fall from the sky, and the heavenly bodies will be shaken.The heavens are darkened like a great stage before the curtain rises on the most dramatic event in history. Then, what Christ described as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 will appear for the entire world to see. A brilliant light that radiate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planet. It is called the Shekinah glory of God.Thank you. 好，为什么枝头要变成黑色，月亮要变成血色，然后全世界要面对大黑暗呢？因为所有的光、所有的黑暗、所有的亮光都没有的时候，连电影也没有的时候，上帝要用他荣耀的亮光、荣耀的去开他 glory， 那个神的荣耀降临来取代所有的光。哎，我们来看看。So， 啊，这是一个数据来的，啊，你看到的这是太阳来的。哇，你能拍太能拍太阳那么明显啊？你骗人的，这不是这你自己做出来的，你就是用很科技的camera 那个镜头才能拍到的。OK， 这个是多少年？2011年，你看。太阳有没有出现黑点？然后今年是2012年，我相信这个黑点会越来越大了。这些都是能转动的 ，OK 啊，这一部分都是黑点啊，已经不是黑点了，现在就好大了 ，OK， 太阳要变黑。然后这个是我以前在恒毅读书的时候，我托一个学兄。他是天文协会里面的，他利用他们的摄影来拍这个太阳，你看见没有？也有黑点，这是2000年吧？还是2000年？2001。OK， 这个也是。那我解释一下，可能不明白，什么叫黑点？这黑点呢，有一个科学术语叫做太阳风暴。那这个太阳的热量啊，热到一个程度啊，热到一个程度太热了，热到顶点的时候呢，它就变冷却，冷却就变成要变黑点。OK， 我再解释，可能你不明白。你的冰橱为什么会冷？是因为里面有装了冷的东西吗？不是，是因为后面有个膜兜，它用热量一直胖到顶点变冷。你的冰柱才会结冰。太阳的原理是一样，它已经热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自我爆裂，然后就冷却。所以太阳现在2012年了，很多地方你看不到，你是不能用肉眼看到，但其实太阳已开始俩黑点起来。我们再看下去，红色太阳，这是。红色月亮，就是故意的，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我讲。可以，红色。月亮。红色是月亮啊。月亮。月亮啊。谢谢你们有专心听我讲。怎样？月亮来的啊？红色月亮，红色的月亮，这个不是我写的，这个是光明日报啊，几年我忘
记了，忘记了，因为他会又问这一点。哦，2011年，来把它去连。2011年啊，然后我们来看下去，然后这是2000年，千禧年红叶啊，还有吗？好 ，video 帮我关一下。灾前提的，等下我解释给你们叫灾前提啊。